我尊重贵派教义，可惜我已无正圣之心，杨先生白走一撮咯。是吗？唉，接天轮来得无迈，言必红都，又要先控制警务必须，也是难得两位信任，我不放心。我是为圣物而来，心中一片坦然，并无阴谋算计。最后是实话，望两位听起，言必须要再不多言，就两位任你不安，便当是胡言乱说，还请一桥低气。先请请说，阮夫妻谢你恭听。昔日国风明尽天下，左叔牙左雄论剑，便拜天下第一。后从国家一脉，一代宗师李德民，长剑刚五六十年，体恶千名，多地几级小修定，刚武哪国不行？红剑之日，国家红下辈君主。贫客七日不散，敌子多鸟，金飘渺黄昏杯独行，众人便多，飘渺剑法天下无相，虽然既得国家剑派。江湖大友在人出，人飘渺独行之年，太叔叔已年老，咋无坚强独行之心？我讲应是李大叔。我要讲的是，当初祖师爷创立国家派，所以何来？李大师所立弟子，各国亲团，开基散后，门徒何止数百，为何姑娘之前，竟无一人得到亲团？祖师爷创立国家派，是为传承剑招，是不以为江湖，第一国家派。文道素质参差不齐，太叔叔也难一日照应。所定剑法，祖师个人天赋，数百文人，只有姑娘一位金团。姑娘要再寻金团，谈何容易？百年之后，世人也是要记得国家派。再过百年，世人识得李德民。姑娘淡薄名利，只惊国家一灭，就在姑娘手上，算了。够了，我知晓你要讲什么。复兴国家派责任，便在姑娘身上。天下第一，不为虚名，乃为了将国家一灭，延万流传。言一心，无患之处，请两位海涵，请，请。昔日，让我一人静一下。